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人比人气死人，妥中康再爆惊人之语。二号，脚腿的皮肤也好，来把脚露出来。哎呦，厉害！哦哟，还给给给。没有关系耶。哦，我告欧威啊！不以为。各位，请选择。其实六号的皮肤真的很好，六号皮肤很好，绝对有料。嗯。妥中康爱闹，屈中恒也参一咖。Thank you 嘞。喂，先讲停啊停。大家好，小茉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助理小茉莉。是砸我电脑吗？哎，我小茉莉啊，买什么啊？带两颗，来小茉莉。好。小茉莉最近身材保持怎么样？有在慢慢瘦。三围报一下。32、1、24、35。好会生哦。对的。有一个数据是这么说的。屁啦，胸部大才聪明。真的。那天有上节目，真的，他说照人的外形，屁股大是比较聪明。真的吗？胸部大很聪明。他是做宾利做出来的。所以他现在太舒服了，改名叫小宾利了，不叫小宾利。今天要讲什么？今天要讲女人的胸围能制定，国光帮眼力大考验。好，要那个目测。女人胸部，因为啊现在的技术是不得了的，比如说是千变万化的啊，很多诈欺事件，这也不能讲诈欺啊，应该是很多的变化啊，就是但是女人美嘛，美就是要这个啊，事业线嘛，最近流行嘛，对，那真正我跟你讲，先给各位看一个真正厉害的，头不看。侧面，转侧面，这个应该是真的吧？这个，来，我跟你讲，是真的。来，因为我知道是真的，因为来导播，请他跳起来。有没有看到？真的，这种震荡要两波，对，就是砰，对 ，OK。如果是那种什么，干波，气。观众朋友们，为您再一次的给您招待一次 Q， 预备，怎么样？跳，混，还混的，你要原地跳，不要再一次，刚才没拍到，原地，二三，对，讲，哇，好害羞，没关系，谢谢招待，非常好，谢谢，非常好，嗯，大方嘛，对不对？真的。今天不得了，今天哦，来这个检验，本来是高手，哇塞，怎么说呢？哎，老师，哦，是，这位老师帮助过多少女性朋友们变漂亮，是不是？哎，是，哦，而且我大概经手过，经手，对啊，是经手7个不同女艺人的内衣广告。这边是李倩蓉，哎呦，这边是贾静雯，哎呦，都妈妈级的，帮他们拾回信心。对他们都大概10年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第一波女艺人开始拍内衣广告，是，贾静雯怎么样那时候？怎么样？还健康吗？哦，很健康哦，很健康。那倩蓉呢？倩蓉是我们学妹的，对，她如何？倩蓉其实骨架很小，是对，但她的肉全部就长在该长的地方。是，哇，天生丽质，那个天生丽质，是不容易。那接下来这位是以实战经验，哎，获得今天参加的一个机会，对，赵志哥，没有错，我是方赵志，不是彭华根。介绍就知道下一位的特别来宾是谁了，谢谢大家。
像我们怎么知道？接下来，没想到这一集我们居然重金礼聘到对马大哥。不对，小康也应该要说，是西平你怎么看？我们不敢，不敢，因为没有没有，你西平你怎么摸？因为今天是要用看的啊。你怎么看？是，那我必须要承认，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是是，但对罩杯我是罩完全罩不住。哎呦，你要我谈八国高峰会，是我可以给你谈的这个内容很深入。是，你要谈这种高峰会，那我真的是那这样子，西平哥他都用谈的，那西平哥外星人，不用谈的，外星人有没有胸部啊？外星人目前都。造型都没有胸部，目前发现的尸体都没胸部。有分雄雌吗？他们因为不晓得，现在已经公布的外星人尸体都是没有胸部的。他们是因为太进化了，对，太厉害了，不需要胸部。可能现在都是男太空人了、啊，对，飞行员，飞行员嘛，对，他到这么远的地方，可能没有女飞行员。而且你看，他们都没有毛发。是不是外星人？可能太进步了，太进步了。哎，谈这个我喜欢，这个我懂，是不是？像我们看到那个疑似外星人的飞碟，都是校外教学来我们地球绕一圈就走了，上面带的都是小朋友。你看看那是地球看到走了回去了。然后我们说啊，飞碟。而且现在的外星人都是看起来发育不全的。都是100公分，矮矮小小的，所以我们这里面最像外星人就是黑哥。你小心一点，对付你。接下来这一位呢，就是传说中外星人，大家一直想要见到，但是一见不到。哎呦，小光。哎，因为我们的这个金牌造型师，我们国光帮帮忙的金牌造型师，光姐，光姐，在 Kevin 老师前面这样不要讲，讲我好害怕哦。总是有前辈的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 ？OK， 哎，最近很有女人味啊。有啊，因为我单身，我想要交男朋友。呸！你说上节目搞这个，帮我壮大志，拜托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在这边呼吁一下啊，如果是喜欢那个小光的，请跟我们联络。对，跟我们联络，我们有奖金的啊。对，有奖金。好了 ，Kevin 老师，你觉得什么样的罩杯？你觉得最理想？其实最漂亮的胸部应该是 C 或 D 哦哦，大 C 小 D 是最完美最漂亮。我个人觉得中 D OK， 中 D 最重要。因为如果说太大，其实有时候也不好。对，因为太大，其实有些时候穿衣服会像奶妈。对对对，衣服没穿好是。对，或者是某些程度上面呢，它的位置会比较低。对，因为重量重，对，还有就是有些衣服就被限制住，对，不能穿，对，对不对？有些衣服一穿，哦，我现在怀孕了。对啊，其实还有那个比基尼，对不对？夏天穿比基尼，那就好，那就还不错了，那没有关系的，越打越好，只要是塑胶杯就好，这么好，对，真的，所以 A 你也 OK， A 的话， A 比你还大还小， A。差不多哎，小光，你觉得怎么样罩杯最漂亮？我个人像，我觉得像我本身，我吐了。我本身 B 罩杯还不错。你为什么一上节目会有娇嗔的感觉？等一下，我觉得 B 罩杯越去有时候稍微垫一点点的时候啊，它就会撑起，会变得刚刚一片天。对对了，其实台湾女生哦，现在真的很厉害。对。而且能够帮助的道具也越来越厉害。是，以前女艺人可能都只能用贴的，对对对，或者是硬塞那种很硬的水饺垫。所以像刚才那种弹跳，对，其实如果她是 B 罩杯，上胸有肉，是照常弹。其实上胸有肉很重要，上胸有肉是最重要的。其实你只要是 B 罩杯，但是你的上胸有肉，你装就是。装了机器之后，撑起来，武器放下去之后，那个起来的那个效果，比起真的低罩杯的人还要漂亮，因为你会有形状。因为像低罩杯的人呢，他没有办法是一个很漂亮的弧度，因为他旁边会有肉。稍微摸看，所以你会看他，所以你会看他属于比较长型，这就是真的胸部。哎呦，其实硬体啊，刚一提硬体是自然现象，是，你知道全世界高峰。都是硬挤出来的，是是是，哪一座山不是板块运动把它挤出来的？是是是。
玉山有学问，有学问。玉山是菲律宾板块跟欧亚板块集起来的，喜马拉雅山这么高也是两个板块集起来的，是。而且也不要认为小的就不好，当然。但比起喜马拉雅山、夏威夷火山，小的要命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告诉你，夏威夷火山深不可测啊！你把海水放光，你从地表就地表开始算起，夏威夷火山是比喜马拉雅山还高的，一般人真的不知道。是夏威夷火山，真的它从海底这样算起来的话，是比喜马拉雅山还高的。哦，所以夏威夷火山是露出头的部分，露出头的部分，它下面是深不可测的。哦，所以有的女生她一，所以夏威夷火山头比较小。对，玉山头比较大，对，那个头也不算小。那我们的那个龟山岛，哦，我告诉你，哎，蓝屿的，如果海水放光从地表起来的话，是它比玉山还高，是，这台湾真正第一高峰是蓝屿的，哎呦，所以这个是要有知识的，是，高峰里面也有知识的，是要从哪里开始算的？对，看从地表里面算的话，它台湾最高峰。哦，长知识了，长知识。另外就是要告诉你，有的女人她真的是不要只看她露出来的小，她是深不可测。是，可以了解的，是。有人吓到过，真的有吓到过，就是哎，因为穿衣服嘛还好，然后就是去可能你知道。游泳啊，什么之类的，哎，脱下，是干什么的你？怎么回事？你知道吗？那个很厉害，那种惊喜哦，可遇不可求。真的，讲话都对他客气温柔起来了。本来想啊，就快下水，哎，你慢慢来。转身，好嘞。最后还要问呢，小广，今天这几位女生都是你调整的，是吧？你有自信，我们看不出来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遇到的是高手中的高手。怎么会有教具哥跟 Kevin 老师，连马拉哥都来了？开玩笑，你怎么本来以为什么发个小钟啊 ，no 什么之类的，根本不管大小，完全是来看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几位这个女生都是你帮他们瞧出来的嘛？对，我就是有试着，而且他们有很多甚至不会穿 new bra 哦，然后他不会啊，因为没救了，还贴反，甚至是脸外露。OK， 啊，脸外露，我就说怎么会跑出来？很好啊，故意的。都想越，所以我们几乎是全部把人家塞回去的，重叠，拖就拖那个了，假装自己是下中间，给我们透露一下，中间有真的差别很大的？我觉得有三个差还蛮多，有个女生跟我讲说她是比如说 B 罩杯，可是我说你明明就只有 A 吧，她就说她好像是外扩，可是实际上我只能说吓我一跳。女孩子讲什么？人比人气死人，破中汤再爆惊人之语。二号，脚腿的皮肤也很好，来把脚露出来一下。哎呦，厉害！哦呦，还给。没有关系啊。哦，各位报告，我们今天是一律调成低罩杯。哎呦，但是我们要猜哪一位是一罩杯。哦，这样厉害了吧？这个难度就高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蛮接近。好，马上进入第二现场。首先，一号伟伟，你好，伟伟。哎呦，好，注意哦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有的时候哦，胸部的大小从脸是看得出来，是哦，对不对？脸就看出来。对，这是一号号，二号婷婷。哦，这个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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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大到苹果肌都大了，是，大大。来，三号香菇蜜，这个应该是塞的吧？这个 A 罩杯啊，这个是假人的，对，紧张吧，紧张。四号 Mina， 喂，这个也大大，这个水水的，这个不一定，我觉得。五号 Fire， 这个你阿高你来，你臭哪？高登的力啊！六号利安，哎，这个大，哎，这个感觉是有肉的哦，对，肉感，肉，好的，来，我们再从一号开始看，好不好？来，一号，很可爱哦，一号也是大，二号，哎，不错，三号，男扮女装吗？四号，你是逸翔的妹妹。好像五号，你在朦胧什么东西啦？六号，
这个应该很有自信。对，他是有点不耐烦，快点快点，我是一啦，快点快点，中路这种有没有有点在隐藏？对对对，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，好不好？以上这样看下来，你们觉得几号哈？感觉上是罩杯比较大，还记得吗？我觉得嫌疑最大的是一号跟六号。哎呦，一号来，我们看一下一号。一号，原因是哦，通常胸部比较大的女生啊，是她们的雌性荷尔蒙分泌的比较完整，是旺盛，所以他们的皮肤是嫩的、Q 弹的，毛孔比较小的，而且胶原蛋白充满。胶原蛋白指的不是颧骨这一块哦，指的是颧骨以下的这个位置哦。所以你觉得它是 juicy juicy 的，嗯 ，Q Q 的，可是它是肥，不啊不啊，你为什么？这是一号嘛，一号，一号，一号，好，还有六号，对不对？对，赵志呢？我觉得这样看起来的话，我其实看面相是看鼻翼，女生的鼻翼哦，这个鼻翼啊，那不是男生吗？没有没有，男生是看鼻头，男生是看对对对对，那女生是看鼻翼，通常鼻翼比较丰满的女孩子，胸部应该也比较大。哎呦，这样看过来的话，一号跟六号比起来，六号的鼻翼又比一号的大，所以光看这样的话，应该六号，六号会是。六号，你就改名了，你叫什么利安？你叫鼻翼就好了。打好要给力。哎，有财库哦。有有有，这个好命的。是马大哥，我外行了哈，没关系，你看打一个顺眼就好。你觉得不？马大哥哪一位板块比较剧烈？来三号，我觉得一二，我觉得一二号。因为大家都讲一六嘛，我讲个二号，一号跟二号，二号，二号，对，三号可以吗？二号，二号，哎，对，二号看起来也不错，对对是。你看看二号，二号这一块有吗？对，哦呦，对，就是一个啊，再一点点就双下巴了，一了，分泌到这种境界，下巴还算尖。我觉得二号这个感觉好像不错哈，我感觉好。那我个人很想看三号，三号。笑一下，还大笑，大笑，害羞，害羞，害羞。哎，三号，你装一下那个就是很怀疑的脸给我看啊，怀疑的是什么东西？快，预备起。那你现在看到鬼吓到了脸，预备，跪来啊，给。做完了。嗯。哦。你看到男朋友来了，很高兴，什么脸？预备起，男朋友来了。有好多好多好多，甜美甜美。哦，来四号，四号很清新哦，太开心了，没有什么眼妆哎，这个厉害了。四号淡妆哦，哦，厉害哦，他这个胶原蛋白也分泌的非常旺盛，他鼻翼也不错哦，你看哦有，对啊，而且有钱呢。你是成龙的亲戚吗？成龙的亲戚，可是他的锁骨很瘦哎。对，哦，他如果有一个很大的胸部的话，会看起来很怪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以上是面相，大家都猜出来，大概什么样，对不对？接下来，来镜头拉开，六个人全身。哦，哎，好的，第二重点。现在我们看哦，女人看重点，好不好？各位想看谁的重点？我先点好了，三号你站出来，三号丢起力量，来转侧面。哦，他这个黑黑的看不太清楚啊。没有没有，不要，现在不是要看胸部，因为胸部都是经过加工。嗯，我们要从别的地方看体型。对，哎呦，手背。哎，表示脂肪度。对，他好像有一点副乳即将喷出的感觉。你说旁边手背这边不是腹部啊，副乳啊，手背那边，对对对，胳肢窝那里有没有？有一点副乳。你巴多拉多啊？没有，是刚好那个三号贴在那边嘛。三号蹲下，蹲好，起立，性感一点可以吗？蹲下，蹲下啦。五号自己就在那边。对对，哎呦哎呦。我觉得这臀型还 OK， 但他应该是假发，对，他是假发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哦，五号，五号出来，五号，你好开心啊！五号被 Q 到了，来，哇塞，这个转侧面，
哦，哇塞，哎呦，会有会有会有，这样子这样子，来蹲下，哎，他手臂也蛮有肉的，起立。哦，会，哇塞，武器手臂也蛮有肉，武器多，啊，没什么事，我们只是想看这个而已。来六号，六号，然后。哎呦，这个厉害！这个看起来就是肉感的，这已经你知道重心在向前倾的走路，是，对，来这个转侧面，哇塞，哇塞，哎呦，转侧面，杨贵妃耶，这个，对哈，常泡温泉对不对啊 ？OK 的，好，整个全身都水水肉肉的，嗯，这个这应该是极大的嫌疑。来四号。哎呦，这个这个，哎呦，哎呦，皮肤很好，这个胸部也太上来了吧？那鸡胸的，对，身体不舒服的，来你转侧面给我们看吧。哎呦，手背，目前手背最细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上胸有肉，目前手背最细，哎，腿很漂亮，对呀，漂亮，腿漂亮。马哥，你目前最喜欢哪一位？国中康爱闹，屈中恒也参一咖。Thank you 嘞，喂，先看看看，好，来来，哎呦，这个厉害哦，哎，他有点隐藏哎，来转侧面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注意，等一下，他的衣服是白色的，而且他是无肩带的哦，会放大，哦，来蹲下，哎，起立。哎呦，会 ，One more time， 哎呦 ，One more two time，One more two time，OK，Thank you，OK， 大方大方，谢谢，欢迎一号，一号身材很棒，对，一号刚吃完便当哈，请转侧面。饿了哦，刚偷吃便当，好险有那个一号牌，不然就哇，事情就闹大。挺胸，哎呦，缩小腹，哦，挺胸出来了，缩小腹，哎呀，来，请蹲下，蹲下，来，起立，哎呦，半蹲，停，处罚人家，开玩笑，对啊，站好，站好，手要把举起来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 ，OK， 好，站好，请回位。现在呢，开放各位选择，你可以选择一个你觉得最嫌疑的加出来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局部。其实要给大家一个线索，就是说当他们在看他们侧面的时候，那个位置高峰的位置，对，太高的就把它排除完，那就是小光的失败哦。那这样子四号可能就要排除了，对不对？四号已经快到他的肩喉结，他那个不是，那是喉结，双喉结。四号，你看他侧面的时候，他的肩膀跟他的胸部快成一条线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先来那个靠场一下，我们观众，好不好？来，一号，请到前面来，马上进行。性感三连拍，一、二，没有，会有，三，哎呦，哎，还可以，你看这个肌，有没有？推一下，哎呦 ，OK 了，好，欢迎二号，预备，一、二，哎，三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开玩笑的啦。性感三连拍，一、二，这个会，干你嗨哦！吓我一跳，我也给他骂脏话。好，谢谢，四号，来，三连拍，预备，一。这姿势太怪，这脚趾。三，哎呦 ，OK， 他的脚都很怪哦，你练体育的啊、哦。来，五号，五号在外面准备，五号准备，想一预备，一、二，哎呦，三，哎呦。
场，我们也不能饶了他。来，预备。哎，哎什么 A 呢？哎什么 A？ 你以为你没事对不对？性感三十八，预备，一。需要拿这一根，太烫死了。预备，一。三。哦，这张。拿麦克风有什么关系？可以代言烤玉米。对啊，昏杯。对啊，生喉咙啊。今天马大哥在，我们不能做得太兴奋，是不是？好的，以上是连拍哈。请问，现在你们有心意改变吗？请问一号到六号，你们可以选择一个来，请。二号。二号。Number two， Kevin 老师。好。哎呦，马大哥，马大哥早就有，马大哥就有在试货，对不对？哦。OK， 说完我啊，我选六号，三号，对，不要什么、啊，六号，对，其实六号很有，他应该是那种你知道很怎么讲，肉感，肉感的，对、啊。我要说啊，因为罩杯，其实跟骨架有关系，对，骨架小，骨架小的人罩杯就大。对哦，因为它的主要是下围嘛。那你这样讲，这样就三号喽，三号跟四号，对啊，四号是故意的，小光是小的很贼的。对，其实小光加厉害，小光厉害哦，对，看不到事业线的一定就是答案。哦，因为这边一只鹿很多的，那个一定不会是答案。是小光一直拿路很多，小光原来脑子这么简单啊！马大哥也啊，所以二号在这里面全部国光的里里外外都有点问题了，包含工作人员。好了，接下来简笔台，来，请把一支笔摆在前面。哎，简笔时间，对，哇塞，简笔。好，一号，请他随便把笔捡起来。捡的时候要看镜头，正面，要性感捡，不要乱捡。对，腿侧面，胸部正面。哎，好，请放回去。哇塞，二号，放回去就这样放回去。哦，对，不会吧？二号，五号又在干什么？五号在准备。请捡。我尿急啊，我觉得。有，好，请放回去，谢谢。哇塞，有，哇塞，我被你看到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Thank you， 来。阿妹，阿妹，阿妹 ，OK， go try。One more time。性感一点哪里起的性感起来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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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性感剪哦，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女人味。开始。哎呦！完毕，要完不能完。放回去，插在胸口。孩子都。哎呦！好，可以，骗你。哦。大到把牌子都挤掉，真的。来，六号。开始。我担心六号会掉出来。哇塞！哎，其实那这样看起来好像有两三个都不小啊。好的，接下来为您呈现天鹅舞。来，一号，请到前面做芭蕾舞，双手举高旋转。预备起。好的，放下。要晕了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二号，五，来举高天鹅湖转，是啊，这样转才对。好，谢谢。六号李安绰号太长，涂中康忍不住做文章。杨梅今年几岁？22。22。22。啊，有过什么样很难听的外号吗？人家取的。
盘就。请表演杨成虎。来，三太子好了。三号那边，三号来。鸭肉扁糊来一杯。开始。其实他很大。好，而且他穿黑色。对啊，故意。四号。危险。开始。啊，没有阻力，你知道吗？危险啊。好，五号，我要 get 性感，性感 get， 来转蕊，转蕊，转蕊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六号，哇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很可爱，六号很可爱，来，请转，可爱，可爱，可爱，哎呦，可爱，可爱，可爱死，哎呦，好，谢谢，现在有没有改变？其实我觉得一号错，我还是觉得一号跟二号里面一定是其中一个。嗯，我觉得反而六号被我排除掉。对，因为他刚才手举起来的时候，他的侧边没有脂肪。哦，好的，我要那边讲一下。即将，哎，是来，我对这个真的是完全外行，是是，我真的平常没研究，是是是，但是我中恒知道，我喜欢推理。哦，吓我一跳！我喜欢推理，对，我喜欢推理。我平常是真的外行，但是我刚刚推理哦，小光如果有给他挤的话，嗯，它是连在一起的，是 V 字形的，还有挤，对不对？是。它如果是自然的，没有挤的，它应该是稍微分开的，嗯，哦，应该是有分开的。你是一字形，所以刚在简笔的时候，你看到它是挤在一起 V 字形的。还是分开的就很清楚。其实这一点是真的，因为刚才在剪笔的时候啊，嗯，只有一个女生的胸部有地心引力，会这样哦，其他的都是一点点往下的一个拉扯的痕迹，其他的只有看到乳沟。马哥，你觉得你没有研究这个，你现在研究的非常透彻。不是我推理啊，我推理嘛，它如果是自然的，它会物理的角度，它会分开嘛。那你是用下面你有东西把它挤上来的时候，它就是连在一起 V 字形。那这样看起来，它是青年会的哦。Y C M Y， 是的，我们跳 Y C 都叫 Y， 它比较 Y。OK 啊，棒的，好，准备进入第三阶段，着装。好，所有人都到现场了。好，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，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讲唐伯虎点秋香，隔空打牛，啪！衣服就这样吗？我现在问一个问题。请问一下，如果是胸部很大，从小一定会被人家取外号，你有过什么样的外号？就是什么航空母舰之类的。母舰，臭屁！航空母舰，退役的瓦良格号，大奶亭，哇塞，大奶亭，对。啊，外号我，真皮奶奶。真品奶奶，对，真皮还是真品？真品，真品，真品，品品，嗯，真品奶奶，对，哎，这是一种，他的逻辑跟我们不一样，他是说反话的意思，是不是？还是一种下毒的方式？下毒是真假的真还是珍贵的真啊？哪一个真？真假的真，金价还金，假的，哎，干嘛？哎，为什么要讲台语？我哎，亲切，用点咖喱，咖喱啊，哈，你呢？乳牛，乳牛，哦，这也是反话哈。为什么胸部这样子不断的往上飞翔？问我妈。哦，好，你呢？奶妈。干什么？你在开心什么？里面最开心就是你，哦，很爽哈，哦。小妹妹，小妹妹今年几岁？二十二。啊，有过什么样很难听的外号吗？你要取？就你是开木瓜牛奶店的吗？哎呦，木瓜牛奶，哦，这个混你的外号好长哦。你是开木瓜牛奶店的吗？在这里哦。叫他的很累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。多少岁？三十。你要给？真的。三十了，太厉害哦。好了，好了。个性很爽朗。好的，现在各位，请选择。
其实六号的皮肤真的很好，应该是很好。对，六号的皮肤真的很好，只是因为它的下围可能宽了一点，比较宽。嗯，所以它的罩杯恐怕没想象中那么。嗯，但它绝对有料。对，它绝对有料。嗯。啊，丁哎。是鬼。二号的皮肤也很好，二号，二号的脚腿的皮肤也很好，来把脚露出来一下。哎呦，厉害厉害！哦呦，会露会露，厉害啊！哎呦，长露哦。一号也不错，一号，一号来腿露一下，腿。哎呦，哎呦，赞没有？你生气啊？这派哎，哎，你们这样就不公平。三号露一下。K 出来，哎，不错，哎，我明白，匀称匀称，哎，你也露一下，没关系，你的腿最漂亮的，对对，哎，不是没有露到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哦，也可以，它有长度，嗯，有长长腿的，哎，给给给，没有关系耶，哦，我够 O 呀，哎呦喂，好，来，请选择，好难选哦。选一个吗？选一个，只有一个是一。嗯，因为刚才你问的名字嘛，嗯，我就用名字选。哎呦，一号叫伟伟，哇，雄伟。哎呦，二号叫挺挺，哎呦，挺立，很挺。四号一定不对，四号你叫 Mina， 嗯 ，Min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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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所以四号一定最小的。哎呦，从名字来看，我认为四号最小，嗯，一二号最大。哦，一二号最大。哎呦，那我选就选二号吧，挺挺挺，从头到尾都是选择二号，对，锁定四号最小，二号最大。哎呦，名字他连最小都选出来了，不愧是马大哥啊，没有错。这张火花刚刚要跳出来了。赵志觉得，哎，我的票大概从我们进第二个单元之后，我就直接放在一号跟二号上。对，是，那可是。刚才在剪笔的这一段，嗯，我有看到，就是二号的，一号跟二号的下围还是一样讲下围这件事，下围看起来好像还是二号稍微宽了一点，哦，所以可能，一号又会比二号的在可能胸部的胸围是一样，但是在罩杯上面，一号会比二号吃香，哦哟，因为一号这边很瘦，他一直穿那个很合身的，对对对，所以你选一号了，我选一号 ，OK OK， 来 Kevin 老师。我还是选二号，二号，因为刚才在剪笔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拉扯的痕迹。是是是，哦，拉扯，你别再拉扯。哦，你看这个，子路子路，哎，一号真的也不小，对，一号绝对不小，一号没有在骗的，对，一号厉害的，一号绝对不小，嗯，五号你在扭什么？你在那边扭一下，你是不是想上厕所？没有，寄生虫，那就二。二号，二号，来，曲哥，我还是六号，你傻路的。其实说真的，三号其实真的也不小，他不小，不小啊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他住桃园，再回去，应该是台茂的事情，有什么关系啊？六号的，六号，我选六号。好的，观众朋友，你有猜出来了吗？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一罩杯呢？广告后答案即将揭晓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你看看 ，Mina， 哇塞，腿真漂亮。Mina， 请问一下，您的罩杯是 B。One more time。B。干母。干母。好 ，B 罩杯。他就是上胸完全没肉。对啊。对。他的你在这边没有肉了。对。可是你的锁骨很漂亮。嗯。而且你的腿很漂亮。对。嗯。所以刚刚马哥有讲啊，这个都是堆起来的。是。把上胸堆得很挺这样。所以你看，我完全外行，但我临场推理。是是是是是，像不像外星人？四号，四号还好还好，快了还好。不好意思啊，五号他已经包不住了，他一直在扭。好，来五号，一二三。站不住了，对啊，不是他其实不是站不住，他是心虚了。嗯，请问一下，你的是什么罩杯 ？C， 有吗 ？C 罩杯不讲实话 ，C 要小 C 跟十二 C， 对，大 B 小 C 小 C 小 C， 恭喜，因为比较外扩，是是是，蛮大方的哎，哇塞，你是
希望我们在帮你什么呢？没有，讲这么诚实，就是先天条件不足，所以就要靠后面的。不要这样讲，我们刚刚讲过，我跟你讲 ，C 穿衣服是最好看的，C 跟 B， 知道吗？好的，谢谢。对。拍水了，没有，就逛这个。我赶紧杀了。哎，谢谢。香菇蜜。这样看起来就啊，多少是我的？也不错啊。B。那我扣你，你还一耶你。那我扣你，你真正是 B 哦。没有。B 王不啊？没有啊，不啊。对。好，现在这三个啊。先看邱永恒，对，因为只有一个人选他。嗯，来，一二三，小凯。中计了，巨哥，真的中计了，中计了。请问，他是有腰的耶。的 ，count 是，应该是 B。B 中计了，巨哥。哇塞，小黄你好厉害哦。哎，你好厉害，怎么挤的？那个是用那个美胸，哇塞，美胸那个空气压缩机吗？恐怖类什么的。挤的时候完全没有贴，也没有钢圈。哎呦，可以挤出那种效果来。所以小光，你现在诈骗集团主谋哦。可以翘一笔啊。哦，对对对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好可爱哦，很可爱，小光厉害，真的很好啊。对啊，很好，被你挤得好肥哦。哇，接下来是一号跟二号。哇塞，真的要拼了，就难喽。好，要拼了要拼。这个二号是两位选。一号是一位选，我们一起开好了，好，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。马哥，请问马哥，您的照片32D， 对，没有，他真的有32E。马哥，马哥一名，马哥，马哥是货，马哥以板块运动终于猜中了，姜是老的辣，马哥。我发现，在这一图上面，我真的是太嫩，我真的太嫩，要是不是？真的太嫩，在最后的那个阶段，对，被影响了，对，我完全我嫩，我超嫩，还是被糊弄了哦，对 ，OK 的，所以你这条叫做大奶婷。大奶婷，哇塞！这是讲什么？这什么都有啊，什么绰号都有。以前小时候国小三年级的时候，还会有男生说什么，你是就是叫布丁盒，因为他们都觉得我用布丁盒子装在上面，就是你知道不懂。OK， 好。哇塞！那请问一下，胸部大的最大的烦恼是什么？就是 T 恤明明可以穿 S 号，但是一定要买 M 号或是到 M 号。哦，那衣服受限制的，你也是吗？对，而且还有就是内衣会很难买，内衣很难买，买到你们的尺寸呢，看起来都不可爱，对，都是蕾丝，然后就很像妈妈穿的，是，多一杯送你。不会，好厉害，我差一条。好，今天太厉害了，哦，马哥一，马哥厉害，太厉害了，冠军。马哥从现在开始哦。你所有节目都能上了，没有你不专门的，没有不专门。对，之前只缺这个罩杯，现在你罩杯也专门，你现在已经把沈玉玲干掉了，真的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刚开始我们就讲，只要是你觉得很开心，你知道女孩子有自信，不要管罩杯是多少，我们反而像Kevin老师也讲，反而罩杯比较小的衣服穿起来更好看，穿起来比较灵性，更时尚，对，而且更不要因为男人眼光而改变自己的想法。当然，男人有的时候是很愚蠢，他们是你知道。他们认为大就好，错。其实真正好看是大概中小，是最适中，因为你们衣服可以多元化，好不好？那今天你们每一位，谢谢你们，都很漂亮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唯一让我们跌破眼镜就是马大哥。其他，其他们第一个每一个人，我觉得身材都不错，是的。我觉得女人最重要的是自信啊，对对不对？女人自信的女人最美，真的。所以为你们拍手。七哥，你最后有什么话要讲？总结，我觉得这个书读的多就是不一样，什么地方胸部都可以辨识，都用得到。书中自有颜如玉嘛，真的，是不是厉害？马大哥，我们要向你学习，真的真的。板块运动，板块运动，而且我们今天这一集才知道蓝宇竟然那么高啊，投出来而已。你说夏威夷火山是比喜马拉雅山还高的，是不是 ？OK， 我今天也谢谢小光，小光也是厉害，小光厉害，厉害厉害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记住啊，小光那个再生男友啊，对，赶快打电话来周波。
帮帮忙啊！